子陳百五，前嚟多謝祖師爺同埋方師傅之前幫我做嘅夫婦嘅法事都成功，令我可以同我愛人咧復合。感謝祖師爺同埋方師傅嘅幫助，方師傅一直以嚟咁樣幫我同埋鼓勵我啦。咁仲有喺令到我嘅心理上面都可以得到安慰，然後可以好俾心機咁樣去箍煲。與此同時，希望祖師爺同埋可以幫助我以後喺感情路上同埋我愛人都可以繼續甜甜蜜蜜，更加好盡快結婚。you